身份证知道。你交换了吗？等一下。没有啊。你要？要问你事情。嗯。有啊。这样。多久了？啊？可以要多久了？可以要。一月的事情了没？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没有了啦，自己说。可以说。还没有交照，女朋友交照。有的话最难，不要。没有啦，跟你说，跟你说。好，跟你说，就这没有。我出来之前就直接带着爸爸了。对啊，可以自己洗。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真的没有啦。配方啊。我帮你看。你看，你看。真的没有。这个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来呀，这是什么？这，这什么？盘子而已啊，你盘子而已。谁的？而已。谁的？他就有的。你的？你没有没有东西？没有东西了啦。来啦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自己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啊。粉而已啦。啊，很久没有用了，对啊，就没有，不然你收走啦，给你啊。没有啦，真的没有啦，没有东西。那带你回去问个笔录，好不好？还回去做笔录？要啊，当然要啊。一月到现在，怎么可能一月到现在还留着？对不对？你自己看也有粉啊。我舍不得丢。先坐进去，坐到里面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